哇，其实唔经唔觉，我哋原来已经都玩咗第一年都差唔多就系结束噶咯，八月，进入最后一季。我哋嘅速度依然都系争啲争啲。好，魔鬼，呢个记忆牌非常之好玩，因为好快。步调深深唔悦嘅，深深超完美，抵紫色圆形同绿色圆形中间，诶系个颁奖，相片啊唔系，头先系追梦创意拍广告。哇！一星你都跑唔掂，点帮你啊？二二五啊，唉，翻去帮你重点培训。哎，唔系，我今日礼拜已经晒咗咯。shit， 啊，睇埋追梦啊，系啊，帮你夹硬接嗰啲通过嘅。Go go go！ 广告，哇，内定收皮啊！最憎啲人内定噶啦，明明我哋有 potential 可以接噶嘛，都唔俾我接。好，我系重点回翻，保证你啊，可以顺利接到呢个新嘅通告。跟住肢体都好紧要，因为升威佢要去攞嗰个戏剧证书咧，系需要有肢体啊、声音嗰啲。你就肢体一齐定系睇下先啊，好。好啦，这个未玩过喎，点样啊？喂，吓，完全唔知道做紧乜嘢，完全唔知道，真系对唔住，我累咗零向。我哋翻嚟创意呢度帮阿袁少伟接嗰张通告先。OK， 应该够噶啦，头先差少少啫嘛。OK， 啱啱好，搞掂。又可以拍多个广告了，希望他的名气可以快升。苏沙，唉，呢个老细三星啊，哎呀，真系唔抵啊，成日掉三星出嚟，迷糊美女，唉。蘇曼君的新聞呢沒什麼心機看，不過蘇曼君是有很多新聞的，因為蘇曼君和他的乾爹呢那單新聞是都挺轟動，所以玩蘇曼君的時候呢才可以留意，現在就當他搖錢樹就可以了。一星啊，一星，哇，靈香啊，當然有什麼所有東西啊，給靈香先，我們要重點培訓靈香，看看主持啊，可能主持會做主持節目，主持都挺好賺的，同埋一個禮拜只可以拍兩次，所以佢通告咧好長，唔似啲劇集咧，即一個禮拜可以玩五次咧，咁佢會快啲咯。三星唔使諗啊，真係。我見到蘇文君大幅拋離咗另外三條友。当啲剧情咧开始变少嘅时候咧，或者要去揾嘅人咧变少嘅时候咧，就会时间觉得快好多。即系记得我一开始开 game 嘅时候咧，呢个又有剧情，嗰个又有剧情。咁而家因为我哋冇 follow 落去啊嘛，咁我哋 miss 咗嘅时候咧，剧情推进唔到咧，咁就冇咗噶啦嘛。咁啊，所以咧，我一个礼拜其实可能一两分钟就已经玩完啦。除非我走嚟好似而家揾通告喎，死星收皮啊，收皮啊！好嬲啊！你唔可以掉啲简单啲嘅咩？第一年系唔应该有咁多三四星嘅嘢出嚟噶嘛？即系大家都系好娇嫩噶嘛？你叫人点拍啊？系啊，咁咧，咁我哋同埋我哋今次重点净系玩灵香啦，咁所以只有灵香嘅故事咧，我哋先会发生得比较。喂，差几多啊？二三五，唔知得唔得？
抵埋全球制片啦 ，maybe 可能全球制片有啲一星嘅走出嚟咧，一星嘅电影嚟，我哋嚟啦。中间嗰个公仔咧，绿色嗰个咧，啱啱经过咗，我觉得好似阿红啊，哭 ，HULK 嗰个哭 ，what the 诶、欸、诶、欸，都系差少少，但系哎呀，好想拍啊，拍咩都好啦，我想搵钱啊。虽然而家我哋冇经济问题，但系因为结果咧，我哋系要去到有1亿2千万，即系如果我哋想威尔咧成功入到咧，系要有1亿2千万咯。所以钱都好紧要。其实咧最快嘅搵钱方法咧，系储咗嚿钱仔先，跟住然之后自己自行制作呢个唱片或者系剧。出唱片咧，好似大概最少都要有几百万至一千万。但系如果你出套剧或者唔知咩嗰啲系啦系啦舞台剧定唔知电视剧咧，咁就讲几千万嘅。咁但系啊，嗰啲叫咩啊？小财唔出，大财唔入。咁啊，如果出到自己出唱片嘅话咧，咁好似都有几千万袋噶。咁换句话讲，就好快可以上一亿几咯。咁當然，首先我哋要有呢一個嘅小財先可以出到噶嘛，冇小財係冇嘢可以出嘅。幾百萬即係對於呢一壇嘢，即係呢只 game 嚟講係濕濕水就係三星。哎呀，呢、這個光係點解咁鬼低噶？你見到我日日都有幫佢訓練噶啦，都仲係咁成皮爛泥褲唔想劈咁嘅樣。唉。重複性很高的東西搞到我又開始有點眼瞓，有少少中眼瞓。我咧就喺度諗，如果我將阿少偉加凌香成為一個組合的話，咁會唔會即係變相佢可以連團體嗰啲都可以唱埋啊嘛？咁個機會都會大少少咯，會唔會咁樣好啲？即係當然。我都不知道，因为凌香系歌艺是很低的，如果是的话，我哋要升迷佢的歌艺，我要研究一下。因为咧，点解我会突然间谂咧？就是、因为其实提升自信咧，嗱咁讲啦，而家如果你冇玩咧，就唔太清楚。其实每一个训练咧会升两样嘢嘅，你都会见到嘅。譬如美姿仪态就会升仪态同埋自信，咁头先升动气同埋自信咁样咯。咁升自信咧系比较难嘅，即系因为譬如音感训练就摆明系升歌艺噶啦，咁但系佢亦都会加少少其他嘢，就系、是、自信。咁变相咧主力就系升歌艺，副升咧就系自信。咁自信多数都系副嗰只，唔会系主力升嘅。咁就会令到自信其实永远咧都系，譬如人哋加十加八咁样，佢就永远都系加四加五，就会相对地升得少啦。而最大嘅问题系咧，初级系升最多，亦都系最平嘅。中級就會相對地升得少啲，亦都會貴啲。而高級即係調翻轉啦，好似成反比咁嘅狀態啦，即係一個即係越高級就升得越少，但係價錢越貴。咁咦拍到喎 ，OK， 呢個都拍到喎，俾阿萬君你啦，係真係成日都咁樣編新聞幾好嘅。啊，講翻頭先嗰度先啦。咁如果我哋譬如我哋升玩美姿儀態咧，玩到去好高級。咁要好貴㗎嘛，但又升得少喎。咁調返轉頭，可能我升佢音感訓練呢，咁佢可能用一個廉價都可以升到我想要嘅數值囉。咁就係另一種嘅培訓方法。兩星，哎呀差名氣，名氣真係冇得搞。名氣真係邊個幫唔到。哎呀逆夫叻仔呀，逆夫逆夫勁，逆夫醒，逆夫自叻冇得頂。系啊，唉，名气我唔想搞啊，名气，哎呀，我搞嘅话系靠打工先得噶，一系就接好多 job， 咁，唉，又系嗰啲咯，即系细个嗰时候咧，阿梦工场咩事啊你？哦，哇，佢而家先至走上嚟嘅，我特登俾嘢佢拍，60万喎，好威猪喎，劲威猪喎，佢有冇咁嘅料度拍啊？其实。可唔可以？哇，好厲害！
特登为佢好似原来呢个世界恐吓系真系有用啊！哇，差好远喎，两位，但我都系想俾凌香咯，凌香应该都 OK 嘅，因为佢都有啲差唔多完成，系啊。苏文嗰啲我唔系得闲，系咪因为我太多资源投放喺凌香度啦？真系有啲偏帮啊，有啲偏心啊，应该咁讲。我苏文君应该唔介意嘅，系嘛？每个台点啊？我有啊，太犀利啦！佢完全感应到我哋嘅诉求。苏文君而家有个内定嘅节目，内定嘅电视剧俾佢，非常之好。因为苏文君，哦，佢要请假 ，OK fine， 俾你。系啊，我一个好好嘅经纪人，随便放，反正你得闲。他说陈奕夫通过啲问题，看看先，四日，哦，他啲通过就到期，嗯，我睇下，找个安全啲嘅方法俾你拍啦。其实今个礼拜可以搞掂啦，所以系唔需要担心。呢期非常之靓，啱啱好，去到期限之前完成。OK， 每日战士头先嗰个单身问题，咁啊，我哋一直都有 preparation， 所以完全唔需要担心。我哋做边样俾佢噶嘛？由佢咯，有阵时都有啲得闲，因为佢哋咧接唔到通告啦，已经你睇下啲通告多到，即系有阵时太爆期咧，就我连去帮佢拗生意都唔使拗噶啦。咁啊，由得佢哋 keep 住做，咁我继续 hea。经纪人最痛苦嘅日子已经挨过咗啊嘛，已经。我对一对阿凌香嗰啲指数先。因为我现在要看看他那个、有哪几样东西重要得分、啊、即是重点得分等他可以、快手一点拿到那张证书，因为读完三次那个证书即是那个 course 不代表一定有证书的，你一定要 qualify 了，即是他的指数一定要达到某个数值他才会送一张证书给你，如果不是你读几次都没用的，你一定要即好像 你读很多书但是你不 pass 那个考试的话都不会有张毕业证书给你一样。四星，哇，要求太高了吧，一星就两个得，凌香就啲期都爆爆地，阿苏文君其实都有，有啲 job 我哋都唔好强求，一星就其实又唔会作用嘅，因为佢钱又唔多，成又唔会攞到奖，所以咧就都睇星座人噶嘛，我哋。系嘛？好，咦，可以出新唱片了 OK OK， 咁我唱片宣传下先啦。唱片宣传咧系只能够喺礼拜六日先做得噶啫，所以咧时间要搞好。电影哇，系佢有两套电影同埋一套广告，厉害厉害。睇下先，我哋上个礼拜好似冇去到广告喎，系嘛？去咗全球制片，但我哋冇去睇广告。OK。啊，冇得啊！攝下啲廣告啊！嗯，陳奕夫 OK 啦，搞笑嘅廣告。陳奕夫其實幾適合做搞笑嘅廣告，我覺得佢人都比較搞笑。三星俾陈奕夫咯，虽然佢多通告，不过佢差唔多完成晒。而家几多号啊？六月尾咯，21号就嚟咧，要准备威尔嗰单嘢。系啊，到期时就会谨慎好多，而家系好轻松我哋。探下老豆先。萬羊配方，係啊係係。咁我哋只要咧俾咗三次嗰個萬羊嗰個藥丸佢咧，咁佢就會即係而家我哋完成咗啦嘛。咁佢而家佢就會俾一張配方我哋，咁我哋就可以拎去長城嗰度咧，俾嗰條友咧去提煉啊。
咁就會有一支嗰啲唔知咩麻羊配方嗰啲藥㗎。咁就我哋可以做嘅，做完成曬嘅話就有3000萬咯，我記得。我之前都有提過一下嘅，咁就幾之後其實揾錢有好多種方法，除咗拍戲之外，有好多 side quest 可以做到嘅。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啦。咁不過比較麻煩，佢要而家係咪先？而家睇到第二年嘅年中咧，先至去到呢個 step， 因為一定要俾咗3次藥先得啊嘛。咁一定點都係唔會第一年完成到，所以就唔係 for 我嚟解決前期經濟問題嘅。不過後期你想即係想有啲錢去自己出去唱片啊，搞下演唱會嗰啲咧，咁就好幫得手下。OK， 係啦，咁啊，起碼即係如果缺錢嘅話，可以試下做呢個方法啦，攞個萬藥配方。咁啊 ，detail 啲可以下次我哋再做俾大家睇嘅。首先要完成咗我哋今次嗰個進度先。我估如果我哋做配方呢單嘢，可以下次。因为他某些劇情呢会跟某些角色有多些的关系，譬如我们的爹地啦，他会跟子琪那个男仔是很有密切关系，如果拉在一起做就会方便一点。广告哇好爆都照接没问题，塞爆去档期，总之要我们捧凌香捧他上天花板，好继续塞 OK。啊！我好想上网揾下冇一啲方法可以熄咗大富翁八八八嗰个电话。我估佢每个礼拜都会响一次啊，起码一次咯。如果我唔听嘅话，佢个个礼拜都响我咯。如果我玩一日玩得耐咧，佢日日都可以响添啊。我怀疑系个时间问题。好爆，爆到我啲惊。系啊，而家凌香系通告多到抽筋。营收可望，暑假档期。OK， 废话。威尔锁定合作。OK， 嗱，威尔而家准备进驻噶啦，我哋要吓开始准备噶啦。咦？哇！喺我生日，我7月4日。咦？佢出现啦。同我讲声生日快乐。就走咗去啦，礼物都冇过，又话爱我嘅，系嘛？佢之前唔系话爱我嘅咩？好啦，咦？全球制片我揾到上《美少女战争》，点解唔系揾佢唔揾凌香？可唔可以揾凌香？唉，不过是但啦，佢期得唔得咧？40多日喎，大佬，两边都40多日，其实有啲困难，不过唔紧要啦，我哋试一铺啊。点啊，你两个唔好烦我得唔得？眨眼间又过咗一个礼拜啦，系咪好快啊？好，我决定无视嗰两条友，增加口才。OK， 继续。我谂我哋威尔咧就系、是、去到8月先至开始，我哋可以快速玩完呢个零两个礼拜，咁去到威尔先至认真啲慢慢细啄。全部跟晒都得噶啦，其实，因为我哋可以快手少少过啊嘛，因为同埋我哋都接唔到嘢。喂，哇吓死我，要轻机啊，大佬！模特兒界最高榮譽，呢個巴黎呢個咧，我冇乜資訊喎。呢個因為即係3月份嗰個咧，我就查到嘅，但係巴黎呢個我未查過，未查到佢任何嘅資料。啊，陳奕夫又揾我啦，我哋揾凌香先，凌香揾我哋先，因為混混噩噩做咩啊？咁你想點啊？佢係向我示愛。这个女人都很帅，经常都向我示爱，但是她又没有任何的表，即是没有任何的更进一步，总之就成日都在哀哀妹妹，很难怪她那个新闻经常都说她是乱搞男女关系那些，即是很不洁身自爱啊那些女人咯。
我哋咧今个礼拜就去下睇下有冇通告啦，因为都清得七七八八啦开始，而家接就差唔多。系啊，我啲经纪人，专业嘅经纪人就系要啊，希望做到吓吉咗啊，原来。專業經紀人就是呢要令到我們那些、藝員呢那個 schedule 是盡量敷了它，是啦，即是一個接一個，就不要說太多空檔，要有休息，但是呢就不可以長期休息，就這樣。剛才那個廣告其實是不是大富翁巴巴巴那個扎住两个计嗰个女仔，佢都会拍广告咁。啊，算啦，都系艺人一种。永真揾边个？陈奕夫。好啊，好啊，好啊。佢咁啱得闲，当期系零啊，唔系当期系完全系得闲嘅。苏曼君，你又想点啊？唉，我已经冇心机睇。陈文系经纪人嘅职责啦，好似系。因为我以前有玩过咧，系追求阿苏曼君，咁所以咧，其实佢啲答案咧，就算我唔睇佢剧情咧，我都知道。好 ，OK， 咁咧，我哋嚟紧就八月一号，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咧就 save 一 save 先。有咩事咧就可以back 翻过嚟，就好，威爾星探進駐亞洲啦。咁我哋咧就有好多嘢做啊！而家開始咁啦，我睇攻略咧，睇下先。今日要去邊度？我去睇睇啊！因為每一日都唔同噶。今日咧就要去蘇沙，咁就要去揾著住個紅色衫嗰個男人。咁你陣間就會見到噶啦。我睇下先，去邊度？我要揾咗佢個人喺邊度？我唔记得咗佢边，佢匿埋喺角头度嘅，通常都。睇先，呢度应该唔会啊，片场嚟嘅。呢度休息室冇嘅，死啦！喂，佢去边啊？应该冇错噶。咦？喂，唔见咗喎！啊！见到，喺度呢个。OK， 咁我哋咧要同佢倾偈，但系咧个攻略就话咧，你唔可以同佢成日倾偈嘅，你只要同佢倾三次，咁你就要收手咯。你倾太多嘅话咧，咁系唔得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要睇先，今日礼拜四，咁我哋再睇翻攻略，佢喺佢边，佢喺 EAMI， 咁啊，其实 EAMI 系咪可以读到噶？读咩啊 ？ME 啊嘛，唔知系咪？好，咁啊，倾多一次，今次第二次，上手睇下部唱片先。诶，那个京风嗰条友喺度，日本那个加贺大泽，冇，佢纯粹话俾我哋听，佢系一个日本嘅唱片公司。咁迟啲我哋可以咧，飞去日本就出唱片就咁简单。即系如果阿袁绍伟够 qualify 到咧，咁佢就可以去日本出碟啦，咁去到日本出碟咧，咁佢就啲人气啊名气会劲好鬼多啊，系啊，好国际 feel 噶。不过就佢唔系，就算你嘅要求，即系你嗰啲数值啱咧，佢都未必肯签。系啊，嘅苏曼君，你唔好阻住我啦。巨子打造新一代天后，呢、這个唔识噶。今日礼拜五就去日月光。OK， 揾埋佢就。可以收工了。咦喂，他又匿咗入边，系咪匿喺呢度咩？我有少少记忆模糊，以前我会记得晒佢系企边度，而家我唔记得咗。我记得佢企喺楼梯底啊，呢度。OK， 搞掂。跟住就千祈唔好再佢揿嗰个红色嗰条友仔啦，系啊，千祈唔好。因为再揿多咗咧，就真系多咗啦，做多咗啦。咁咧就佢就会，因为佢头先嗰个红色衫嗰个咧，其实系威尔嘅星探。咁佢系嚟好神秘咁样走去，即系周围走，周围攻咁样啦。咁如果我哋成日揿佢咧，咁佢就会俾人曝光咗，咁佢就会即刻翻去，即系佢要即刻离开呢度咯。
咁佢就會失敗咗啦成件事。咁我哋就會同威爾係簽唔到噶啦。而家呢一刻如果錯咗嘅話咧，咁你接牌做得幾犀利都好咧，都係簽唔到嘅。我而家係咁拆呢個公園咧，其實我就係想揾阿何總，其實有少少劇情嘅何總。咁但係咧就暫時未見到佢，我唔知道咩原因。系，有时有啲嘢咧唔跟剧本做咧，我就比较彷徨。咦，阿瑞恩走上本堂，哇！我哋而家唔得闲喎，$5,100,000，好吸引。好啊，接咗先讲啦，唔好搞咁多。啊，好烦啊！苏文关，你可唔可以揾少我一日啊？哦，我见到我哋嘅袁少伟咧系入咗围嘅，系啦，咁啊，非常之恭喜晒佢。希望他可以攞獎啦。何總你出嚟未啊？何總，何總咧其實是會企喺度嘅，即係企喺頭先個台位。誒，但係要走前進。OK， 咁樣睇先。今日我哋有冇特別嘢做？劇情方面好似冇嘢搞嘅咯。阿何總，阿何總你唔係應該喺公園嘅咩？點解你會喺度嘅？阿何總咧都係喺度即系威尔嗰单嘢有少少嘢，又系揿错咗阿奶嘢嘅，所以咧，其实就何总揾唔揾都唔紧要啊，应该。只不过我自己就睇攻略，佢就有呢一 part， 咁我有上去，咁我睇下咯。咁啊，而家就嚟酒吧揾阿威尔嗰条友，系啦，剧情需要。咁啊，啲字太细，你哋唔知睇唔睇到啦。咁最主要咧，其实佢就系讲话即系我哋就同佢讲啊啲威尔嘅嘢，跟住佢就话啊佢初初扮唔知嘅，扮唔知啊，唔识啊，唔明啊，咁样点知俾我戳多两戳咧，就讲即系爆咗少少料出嚟，就话啊系啊系啊，不过佢可唔可以帮我保守秘密啊？咁样嗰啲嘅，咁佢仲会爆咗话我哋如果想入威尔咧，有啲咩条件啦、啊？可能要攞戏剧认证啊，可能要拍个国际通告啊，嗰啲咁嘅嘢啦。咁所以点解攻略啲人会知道点样入威尔？呢个就系如果你冇跟攻略咧。你就要睇睇住呢啲牽使去完成咗佢，咁就可以入到威爾啦。好啦，佢講完啦，咁我哋咧就呢一 part 就完成噶啦，其實，咁下一 part 咧就係、是攞簽名相，不過就未去到嘅，所以就我哋可以繼續玩何總嘅，何總企咗喺度啊，仲喺度，佢都係喺度講緊威爾嘅嘢啦。咁我哋咧可以揀話唔下氣收下料，咁咧成單嘢又完咗噶啦。威爾啊，我意思係成單威爾嘅事件又結束咗啦。其實咧，威爾一係撳一錯咗一個掣咧，就已經可以收皮啦。先，我哋可以再继续去揾阿何总嘅，因为佢话攻略咧就话可以揾佢三次嘅，通常就系喺阿波罗啦、喺公园啊呢啲地方度嘅。咁我哋揾咗佢两次，就可触发可唔触发。好，礼拜三。咁我哋今日咧就好多嘢做，因为我哋要攞签名相。好，对，咁咧攞签名相咧就系威尔事件啦，又系。咁我哋首先咧就要去匀晒咁多间嘅即系好似唱片公司有两间啦，广告公司有两间啦，电视剧嗰度有两间啦，同埋一间电影。咁佢全部呢个前台个女仔咧都会有嘢讲，就系话我哋发现到啲可疑嘅人啊，我哋不如督爆佢，即系报警之类咁嘅嘢啦。咁我哋就走埋同佢讲：，哎呀，你唔好督爆佢啦，成啦，佢其实系乜乜乜嘅啫，总之帮过威尔嗰条友掩饰。咁啊，个代价咧就系、是、佢哋会要求咧我哋旗下嘅男艺人嘅签名相。咁所以头先咧，佢就会见到佢哋，我哋呢条记住佢呢一间呢条友，佢要边个嘅签名相。咁我到时候咧就要喺限期之内咧。好似7日内啦，咁就要拎翻嗰张签名相俾佢，系啦。呢度如果衰咗嘅话，威尔条友又曝光，我哋又玩完，所以其实系好麻烦嘅。威尔呢一 part 系最麻烦嘅，我觉得，即系嗰种耐性咧系即系人都癫啊。
咁簽名信點樣攞呢？就係、是、要去、跟隨我哋嗰個藝員咧，去即係平時嗰種撳掣跟隨。咁只要撳啱嗰個角色咧，咁佢就會有個劇情，就會走出嚟話：我想問你攞簽名相啊，咁樣嗰啲噶啦。搞掂。啊，見到啦！咁而家咧，阿袁少偉就會俾佢簽名上我哋啦。咁我哋咧就要扎扎林，俾翻將攞住嗰張簽名相咧，俾翻適當嘅女仔啦。咁佢就會解決咗噶啦。咁我哋一定要做曬嗰七間喎，即係你唔好做多少少喎。咁所以咧，你要記得，即係你要記得曬咯，即係你唔好做漏咗一間半間咁樣，咁就會成日失敗咁樣，好鬼麻煩呢單嘢真係。呢单嘢其实就唔难做嘅，但系就好鬼烦，烦到你咧有阵时会出错。咁我以前都试过出错咁啊，咁啊，得总之咧，如果威尔一失败咗咧，佢就会有个通告，唔系佢有个新闻走出嚟，就会话咩威尔星探曝光，跟住就要急急离开咁样嘅。咁一见到呢个嘅新闻咧，咁你就可以。即總之就話俾你聽，威爾收皮收個皮啦，咁你就可以重新撈個檔，或者你直接放棄威爾都得嘅。啊，咁樣嘅話，其實咧，我哋如果簽咗只係得一個男藝員，咁咪會好簡單咯，因為我哋而家有陳奕夫同袁少偉啊嘛。咁所以有機會係有啲人係要陳奕夫嘅簽名，有啲人要袁少偉簽名啊嘛。咁如果係得一個，咁我哋咪唔需要擔心話唔記得咗究竟啊佢係要袁少偉啊定係要陳奕夫咯？係肯定係一定係淨，因為佢哋淨係會要男藝員嘅咋，佢哋唔會要想要女藝員噶。真係而家先諗到，不過係算啦，佢哋好多男藝員，即係點都會簽到兩個吧。一兩個未必，唔知啦。誒蘇哨喎，我揾凌香啊，識貨啊，二星就得，二星啊，我哋拍唔拍好啊？我又冇乜興趣喎，二星講真，唉，不過，你上到嚟啊，照接受啦。因为二星咧攞唔到奖啊，但我唔知点解会等走上嚟，好神奇。我以为咧走上嚟嗰啲咧，以前我冇留意系几多星噶，即系我讲系我玩呢一次之前啊，即系好多年前咁样啦，我系冇乜点留意几多星数啊。不过而家咧，因为我真系想攞奖，想认真咁玩，所以我就好留意星数。但我以为咧，佢揾得我啲咧，通常都系啲多星嗰啲先会咁，但系都应该唔系。我攞签名，陈奕夫签名，五张，大比数抛离袁少伟，真系冇估到咁多人中意陈奕夫，可能我样够傻卡，样即系比较低能，佢比较讨好啲嘅，系嘛？都有可能系个能力值嘅，即系袁陈奕夫。应该红过阿袁少伟啲噶嘛，而家咁啊，喺是但冇心够啊，仲好啦吓，一次过攞晒啲签名翻去，系咁派，即系陈奕夫嘅签名相，系咁派，系咁派，唔使钱噶嘛，经理人你冇嘢啊，周围派自己旗下艺人啲签名相，傻乸咗，攞自己啲钱，攞嗰啲艺人签名相嚟去做揞口费。大家记得啊，在限时之内一定要将那张签名相交返俾佢哋。係啦，点样为之限时之内呢？就係、是、佢你第一下接触到佢哋，佢哋话要签名相数日子。係啦，总之就唔好太迟去俾返佢哋啦，咁样。
啊，黄水欣，揾阿凌香，好啊好啊好啊，300多万三星电影 ，OK 嘅。因为咧嚟紧咧，我就唔会将阿凌香同埋阿苏孟君咧嗰个 schedule 太 full， 因为佢哋要开始准备呢一个嘅拍呢个国际通告嘅要求。新一代音乐才子慕容和希，慕容和希好似冇得签噶，我哋系啊，好似系我哋而家咧呢一只 game 咧，因为我哋买 Steam 呢个系列咧，佢好似系。是去到冇無人和氣咯，因為我睇咗相簿係冇無人和氣噶嘛，所以我肯定係冇得簽咯。我而家揾緊何總，但我諗緊我哋要去邊度揾佢？應該 suppose 喺阿波羅啊，唔知佢喺度啊？哎喺度啊，終於揾到佢啦！簡東 ，OK， 我哋要幫咧威爾咧保守秘密，等阿何總咧就唔好搞咁多嘢。公園佢都有機會出現，總之就係要阻止佢即去搞啊威爾嗰條友。好，咦？哇！原來我哋已經有1300多万啦，唔經唔覺啊，我哋嘅錢已經揾到1300多万啦。OK 啊，好啦，唉，繼續去公園，誓要揾到何總。何总，你快出嚟啦！何总，何总，我见到你啦！何总，好感动啊！好，我不知个圣诞是谁。O、okay, K， 我系出现咧，即系揾报佢咁耐咧，就系实际答佢，我唔知圣诞系边个啊，咁样咯。咦，今日礼拜几啊？啊，今日礼拜二啫，冇特别嘢，搞错咗。哦，佢老豆顶唔顺啦，系其实系可以咧，令到佢老豆咧唔好出事噶，但系我哋因为我哋冇做到，所以就由佢啦，系因为今次我哋呢一个 safe 档咧系唔系好着重于佢老豆嗰单嘢，咁加上我自己冇认真咁去 check 清楚点样可以令到佢老豆可以长命啲，所以就。即系我唔打算去为咗佢老豆嘅事去挽救任何嘢啊，算啦。哇，呢两条友有关系嘅咩？我识几场啊，但系我唔知道，唔系好知隔篱嗰个叫咩克列斯啊嘛，好似。但系我真系唔系好知道佢哋嘅关系。喂，快去跟导演道歉。Suppose 应该唔系嘅，不过算啦，反正苏曼君对于我嚟讲唔重要嘛。哇，咁得闲，咁你去海外训练咯，难得有成个礼拜可以唔使做嘢。去海外训练咧，一瞓咧就瞓成个礼拜，咁所以咧，即系到时咧接海外嗰啲通告咧都系啦，系接成个礼拜噶，即系佢7日咧都唔喺我哋呢度噶，咁所以就即系变相就你一系拍佢咧，就成个礼拜都系拍佢咯，其他嘢摄唔到噶啦，咁就比较麻烦啲。因为平时我哋而家咁摄咧，可以摄下摄喺档期啊嘛。自己調節啲檔期，但係如果你去咗海外就唔得咯。喂，有個劇情，黃瑞恩啊，黃瑞恩同蘇曼君，好似話只要蘇曼君接咗黃瑞恩嘅戲咧，咁佢就會出現到呢個劇情，就係黃瑞恩同蘇曼君嘅感情劇情咯。OK， 大家都回复正常了，可以继续无限量咁样接作，好增加自信定口才啊？口才 OK 都好。哎，又嚟啊！吓，讲两句就走咗去，仲等我啊？有少少嘅期望添。OK。冇乜特別啊，亦都唔打算去接新通告，因為佢哋而家已經好富，再接都無謂。而家通告係自己送上門噶嘛，係嗰啲咧導演啊、製作人咧自己走上嚟揾我哋。
剛才我看 schedule 就有個問題出現了，就是陳奕夫呢他的 schedule 是爆得很緊要，那就解決不到那個即拍不切了。現在榮鎮那裡我們會放棄，那我們現在就要去榮鎮那裡跟老闆說喂不好意思搞不定了套劇，因為呢我會計過的，那拍電影和拍劇呢那我當然是保留這個電影啦，就不拍劇啦，這樣那不知道會罰多少錢，是啦，希望啊不多錢啦，是啦，堅持解約310万，簽約費93万，不知道罰多少，帶他走，他現在訂我走，我好像他沒有，是不是沒有說到說究竟解約費多少錢，我都不知道，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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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說大家當沒到，你安心拍電影沒問題，經紀我經紀人公司我幫你找條數去。好啦，我們現在連靈香都要解約了，那我沒辦法，因為實在電影呢實在是很難得地呢，是因為這些電影全部都是黃瑞恩親自走上來叫我們拍，所以呢就即是我沒有拒絕到，但是那時候我沒有計算那條數，現在唯有要 cut 了它，因為、做提早解約呢應該是比我們真的毀約呢是沒有那麼大件事的，我估如果當我真的期搞不定之後、變成毀約的話呢，那應該會罰重很多，我現在提前解約呢就可能沒那麼金咯，總之就是這樣，應該是這樣，但其實我以前很少很少玩到要解約的，真的很少，喂，接通告都真的不要再人家叫我們就拍這樣啦，唯有是這樣啦、OK 好，那其實現在我們呢、就沒什麼特別的在做的，其實我們只不過是等著、威爾那件事呢去宣布話佢點樣去？sorry， 應該係我哋咧要等阿威爾嗰條友咧再彈一次出嚟，咁我哋再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同我哋講話啊，佢已經唔介意啦，因為任務已經完成咗啦，可以繼續可以即係同佢傾翻偈咁樣啦。咁佢喺酒吧度，所以但日子應該未到，所以我頭先去過嘅，但係就冇乜特別咯，係啊，因為而家周圍都見唔到佢噶嘛。咁啊，可以安心等啦，接翻通告先，大佬解咗约咁啊，即系赚少咗啊，可能都罚咗钱啊，咁咪要赚翻啲啊，大佬。礼拜日追梦系啦，通告赚啲外快快钱，咦？喂，咩嚟噶？咁多包抛嘅？哦，威尔条友仲喺度嘅。OK， 嗱，我哋千祈唔好同佢傾偈啊！係啊，同佢傾偈就滋滋噶啦。好，快走快走！又嚟啊！又係靈香。OK 嘅，而家係啊，二十幾日同埋六日加埋11月。可以接的，現在問下我們是否應該接拍電視劇而已，我都可以的，接受吧。三星就沒什麼獎就未必有，不過有機會入圍咯，看我的人氣先，我第一位是無用和氣，這麼誇張的那個人拿第一位的，方大姐都不夠他來的。好，第八位袁紹偉，哦，我袁紹偉反而是我們這裡第一位，四個之中最強大，我在想可不可以幫他開那些、演唱會，因為呢演唱會如果開了不夠人呢就會蝕本的，會即不是賺硬的、演唱會、一定要有上下的、人氣、名氣、才可以開到，哇，四星就拍不到，兩星就拍到，什麼接拍一點呢，三星我都唔得喎，哇，呢套嘢咁高要求嘅，吓、呢、這个三星都搞唔掂我哋。睇下仲有冇其他先 ，out low out low。
我内定了零向，呵呵，真系开心。好啊，陈奕夫一齐拍啊！你就苏万君，哇，苏万君冇嘢做，60万照拍啦，系拍住先啦。点解你哋可以一时又忙到咁，一时又得闲到咁嘅咧？阿凌香又要找我，看看先，现在找我最喜欢，哎，是是啊，不要紧，我们攻略是有这个问题的，不过就奇怪一点咯，即是比我想象中的少简短咯，他只问一句，我们答他就答他一个是。哇！我哋而家已经去到第二年嘅10月尾、11月头啦，非常之快啊！好啦，我哋接近尾声啦，我啰柚真系越嚟越痛，系啊，厕所去咗几转。哦，咦？喂，何总，咩料？做咩去？哦，我哋可以还债啦。我哋个钱去到某个地步，所以可以还债，用1000万去还。O K， 冇问题啦。但如果而家唔还咧，就唔得嘅。我想同你讲，系其实虽然佢用咗300万去买我哋啦，咁但系我用1000万去找翻条数咧。咁样嘅话咧，如果你唔想入威尔咧，就冇乜所谓嘅。但系如果想入威尔嘅话咧，就无论如何咧，都要赎翻间公司先。系啦，你一定要赎翻间公司之后，其他嘢先至可以再讲。系啊，呢个系某啲要求咯。哇，何总你又喺度，佢冤灵咁喎。哦，佢又想我出卖啲资料俾佢，咁啊，继续答唔知道。总之无论如何都要唔好俾何总知就 OK 啦。咁即系威尔嗰条都系唔可以讲嘢住。威尔条友咁鬼耐嘅咩？留喺度，我啲攻略可能睇漏咗少少。唔紧要咯，总之我哋唔好同佢倾偈得噶啦，其实。20万，哇！其实呢条友系之前啊凌香嗰个艺经纪人嗰个啊嘛，好点啊？哦，佢俾剧本我哋，咁犀利佢识写剧本嘅，我成日以为佢都系胸大无脑嗰啲嚟噶。OK， 多谢你。好啊，头先倾个偈黐线。咦，苏曼君入咗最佳女主角，太好啦！跟住女配角都有凌香粉 ，OK， good， 晋升全民运动，卢桑玩完，哇，好多新闻啊！今个礼拜啊，大宇宙影视，好啦，我哋要。越来越近了，大宇宙，我们今次的目标是要拍到大宇宙啊，是啊，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是时候要加速下去拿这个的证书认证。现在苏曼君买得没有？没得哦，得凌香的喂。哎，我以为苏曼君都已经得添。咩料啊？佢咁鬼渣嘅咩？而家我要翻去重点培训去某啲位唔 qualify 嘅位先。我睇一睇攻略，睇下先啦。应该系要升翻佢个肢体。啲拍嗰啲剧啊、戏啊、升嗰啲。技能点数咧，唔系好适合佢个大宇宙影业嘅要求，因为我哋拍剧啊、拍广告咧，其实全部都会提升少少技能点数嘅，所以 keep 住拍都会提升，但系未必中我哋想要嘅嘢。有阵时就要放弃接通告咯。如果想跑某啲位嘅话，就要去等佢去上堂训练咯。我上网睇咧，已经有啲人咧喺度讲话怎样开切啊？即系用嗰啲破解器啊，即系好鬼老土噶嘛！我哋以前咧呢啲 game 旧 game 咧，咦喂佢得咗喎 ？OK， 佢而家主动揾我哋倾偈，咁就可以倾偈啦。即系话佢已经成功咗噶啦。咁就起码威尔星探呢一单嘢咧，我哋就正式解决，即系完美咁结束咗啦。
咁佢呀，因為幫我哋，即係我哋幫佢保守秘密啦，咁所以佢都會同威爾嗰條友講咧，就話我哋間公司咧真係好受信用啊，非常之好啊咁樣咯。阿黃瑞恩你又嚟啊，930万，哇，好啊好啊好啊。咁今個禮拜有獎班喎，係啊係啊係係嗰個拍電影嗰、那個。希望他们两个都可以拿到奖啦，吓，好期待啊！今次我哋会去他的颁奖礼，放心，大家可以一起看来啦。哇，勁啊，勁啊，真係攞到獎 ，good！ 我哋應該都冇拍過四五星嘅啫，其實，所以都非常之好。唉，始終都係唔夠啊，方大姐嚟。唉，算啦，我哋啊，凌香又攞一个奖啦，太犀利啦！凌香帮你攞两个奖啦，已经。哇哇哇哇，差啲咁多参加，咁啊，陈奕夫又嚟啦，咩嚟噶？哦哦哦，佢去做嗰个体育记者。OK 啦，咁你去啦。唉，我都系一个好讲道理嘅经纪人嚟嘅。其实每个人咧都有啲特别嘅。陈奕夫咧就系想做呢个嘅体育新闻嘅记者，咁所以咧佢喺第三年嘅暑假，好似暑假嗰啲期间咧，佢就会出咗去美国就做嗰啲体育记者咯。系啦，咁佢就唔喺我哋度噶啦，佢会有三四个月咧唔喺我哋度噶，所以如果通告咧搞错咗嘅话咧，又系濑晒嘢噶。嗯，喂，咁错制啊，唔紧要啦，大家一齐拍同一套电视剧，三个逼埋咗一齐。哦，三个一齐去公园又唔叫佢三个逼埋一齐。如果你冇玩咧，就唔知啦。其实佢哋咧所有休息嘅时间咧。即系我 set 俾佢休息自由时间咧，佢就系喺公园度行嚟行去噶啦。即系所以如果我去嗰阵时间去公园咧，就会撞到佢哋嘅。咁如果有特别剧情咧，就可能会要去欧宝，即系个购物中心。呜，内定嘅陈奕夫，咦？哦，呢个反而女主角要四五星喎，估唔到啊！陈奕夫但系有三星嚟嘅啫。通常啲星数咧，应该唔会差咁远，差成两粒星，有啲过分。M V 闹鬼，系啊系啊系。如果搞紫棋咧，紫棋同林芬芬系极多剧情，所以我有时都唔想挑战佢哋，因为佢哋真系好烦 ，miss 咗一样咧就跟唔上噶啦。哇，咩年代啊？仲掉啲一星通告出嚟，真系。唉，算啦，我系摄牙啦，因为啲苏沙喎，睇先，哇，又凌香啊，喂，凌香，凌香得唔得？凌香都唔好啦，我哋有阵时始终都系费事又再又要解约，我都惊咗。灵异片经过加工，唉，灵异嗰单嘢。我玩过一次咯，系真系要帮佢去嘅。其实嗰阵时候咧，系大家都即系我做个经纪人咧，我都唔知道发生咩事，我要帮佢去解决嗰个鬼嘅事件，系好多嘢搞噶，又要唔知道去攞啲唔知咩咩物品，特别嘅物品去帮佢，好鬼烦。太好啦，啱啱先至完咗一首唱片，跟住佢又可以即刻接多张新嘅。袁少伟咧，将会系搵到最多钱嗰个嚟嘅。即是帮我们公司赚到最多钱的那个。
因為明年呢我就會抌本俾佢自己出唱片，咁就非常之賺錢，加開演唱會。睇下買得飛未先，阿蘇曼君應該到啦吧，睇睇。OK， 好啦，太好啦，蘇曼君可以買到。咁我哋呢兩位呢，我哋都要幫佢攞到呢一個嘅戲劇認證啦。咁兩個一齊去參加挑戰呢個嘅末日戰士。佢呢個 setting 真係好昂居。以麗之夢雪中送炭，以麗之夢啊，好似係啲特別嘢嚟嘅喎，唔記得咗添，算啦。我話留低喺美國啦，攞一張，即係每一留低一日先買得一張，係真係好戇居，好嘥我時間。咁搞搞其實冇咗成個禮拜。喂，一翻嚟咩事啊？我 SD 嘅演唱會門飛，哇，多謝你喎。接通告港澳呢有个好处就是提升自信啦，所以我是接不少通告的，就搞得他自信不是很够。咦，原来刚刚过了圣诞节的，为什么没人跟我说圣诞快乐的？以前班友会跟我说圣诞快乐的，现在没人理我，怎么办？是不是关系现在恶劣了？大家各有各的、爱人啊，苏曼君都算啦，为什么凌香不跟我说圣诞快乐的呢？我觉得好悲哀，好惨，我是一个好寂寞的经纪人，咁辛苦帮你日扑夜扑，点知你哋竟然咁对我？我会记住你哋嘅。啊，好似要帮佢续约啊，睇下先啊。系系系，起码几多钱啊？70万 ，OK 啦，系就咁话，跟住。陈奕宽应该平啩，而家咁巴闭，十万都非常之抵，完全冇价。好，武功厂潜力十足 ，OK 啦，我哋即系话你已经榜上有名啦。咁我哋就顺利啦。而家因为而家一月啊嘛，咁佢就威尔就暂时可以摆低一阵。因为嚟紧咧就系、搞呢一个嘅末日战士先，前面多咗个乜鬼啊？呢个咩嚟噶？飞天小力钳，咁奇怪嘅。OK， 又有新闻，林芬芬难忘旧情，哇 ！OK， 低温，好。点啊？飞天小力钳唔生，哇！何总又嚟，黐打线嘅小何总，100万阿有光，阿有光呢100万而家简直系微尘一样。啊，系啊，系系系，系而家就话700万。俾佢啦，佢啦，我哋吓艺人想做嘅嘢，我哋俾佢做。头先系电视台嘅人咧，就系邀请阿陈奕夫咧去美国咧去做呢一个嘅体育记者，咁所以我应承咗噶啦，已经咁 OK 啦，咁就因为佢嘅梦想嚟啊嘛。我想帮个袁绍伟开演唱会，睇下而家咩状况先。2月17号演唱会。咦？先歌友会真系平好多，40万大型演唱会，小型嘅话咧系要800万。哇！嗱，我哋有2000万啊，我哋科800万。嗱，唔该你啊，醒醒定定啊，你同我坐爆佢啊，坐唔爆我碾死你啊！我哋睇先，荷里活咧开咗，咁我哋可以睇下可唔可以接到荷里活嗰啲。戏啊，但系难度好高噶，得喎，1450万，4星。但系我哋拍紧套戏啊，唉，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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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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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哎、真系，唉、哎、真系好大嚿肥猪肉跌咗出嚟啊！我觉得自己好难得噶，其实拍到荷里活嗰套戏咧，基本上系掂硬噶。惊风呢边唔知点，个人哇又得，但系咧唱片唔可以两只一齐唱一齐出噶，所以其实真系唔得咯，唉。即係佢嘅 qualify 咗嘅，但係佢哋嗰個檔期唔 OK， 真係好可惜。嗯，天晴有一個我完全唔太了解佢嗰個劇情嘅人。OK， 咁就我哋可以繼續跟隨翻佢哋就 OK。我見到慕容和希嘅演唱會爆滿，點解我哋揀而家唱呢？因為啱啱佢有 MV。誒佢做緊唱片宣傳啊，咁其實佢人氣會升啲嘅，咁佢因為人氣會有上有落噶嘛，即係好似我現實世界咁樣咧，又呢一排呢期好紅喎、哦，咁樣嗰啲啦，咁所以咧就我哋要趁佢咧呢期紅咧就開演唱會，咁就會多啲人去。如果人氣跌咧就冇乜人去嘅會。我見到袁紹偉有一大撇嘅紅色，因為我啱啱使1,800,000喺佢個演唱會度，希望啊可以翻到嚟啊，求你。酒吧睇下有冇啲新奇嘢先，冇嘅。偶然咧要去酒吧度揼個 round， 睇下有冇啲特別嘢。有時啲攻略都會 miss 咗噶嘛，你知啦嚇、啊。即係資料做得唔太充足咁啊 ，miss 咯。我哋睇一睇佢嗰個演唱會嘅狀況先。喺邊度睇？等下先啊。好緊張啊！大佬啊，哇！好彩啫，而家已經70几，咁應該100%啦。哇！我都好安慰，呢800,000抌得係值得嘅。袁紹偉果然夠紅。